点点像平山的夜晚啊，微风徐徐，对不对？你还是说国语好了，对，还是说国语好了，我也觉得比较顺了。你也在练国沙练凳，国练凳有国练凳的这个俏皮，这样好皮。好了，希望大家今天来到这边呢，都有这个很开怀的心情哦。送给大家这一首《心花开》，来看下我的《心花开》。啊，祝贺咱嘞！啊，万年功，一飞千岁，圣诞千秋，心花开，好不好？来，破声吹。